个别心急业主趁市旺套现，蓝筹屋苑都要蚀洗费离场。则如冲太古城三房单位，刚以1429万元售，原业主持货约三年即沽，账面只赚11万元，年洗费料需选手。中原赵鸿运透露，太古城单日连续三宗买卖，包括卫星阁高层 F 室，实用面积约664方尺，五月初放盘叫价1480万元，累减51万元沽出，尺价约21521元。原业主于2018年4月以1418万元买入自用，期内仅升值约0.78%。屋苑六月暂66宗买卖，平均实用尺价约20618元。港岛西区屋苑也录微赚个案，该行黄小刚称，创业中心 B 座高层 L 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约305方尺，获用家以580万元承接，尺价约19016元。原业主于2018年以548万元买入，账面仅获利32万元，单位升值约5.8%。部分豪宅转手冇钱赚。利嘉阁郑树辉指出，九龙站海旋门摩天阁高层 B 室，实用面积约860方尺，以3400万元年租约沽出，尺价约39535元。原业主在2017年10月以约3300万元购入。期内单位只升值约3%，连同洗费料需蚀让，新界洋房继续蚀让。中原瑜伽堂透露，上水天联纳沙泰尔大道单号屋，实用面积约1674方尺，开价约2300万元，双方议价后以2215万元沽，尺价约13232元。新买家为外区换楼客。原业主持货约11年，账蚀约109万元离场。